你不讲理，你别吵吵了。咱离他远点，福生，咱走，咱走，咱离他远点，咱离他远点，走走走，福生，咱离他远点，走，福生上这边来，福妞上这边来，福妞离他远点，走，福妞来，离他远点，来，福妞来，喂，你看这婆子甩不掉，这婆子甩不掉，啊，福生进屋，福生进来，进来，福生进来，进进进进进，三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，闺女，我进去，我进去待着。什么玩意儿？你现在你，好好的你给人留点好印象。以后谁给你养老？以后还不还得你儿媳妇给你养老啊？是吧？石榴，你也进来，石榴，哎，石榴进来啊！小石榴多听话，你看小石榴可听话了，啊！土豆粉拍一发六的二家吗？今天拍，明天发货啊！想买土豆粉的好朋友给拍的稀里糊涂进笼了，你别吵吵了，三万啊，给三万来个玩具能咬的，玩具拿玩小喵蛋子，你把那玩具给老爷拿一会儿来，快来，你们，你给奶奶玩会儿，这干啥呀？咱家这帮狗蛋子，这都干啥呀？你们呢？这怎么个个都有心眼呢？我这伺候不好你们几个了，是不是？怎么个个都有心眼呢？你别叫唤了，赛万，你都给我叫蒙圈了。俺家姑娘在那屋睡觉，你就在那叫唤。我把球给奶奶玩，你没看你奶奶生气了吗？来，明玩。哎呀，放出来吧。你放出来，塞文总是怼过他儿媳妇啊，老是瞅的不愿意啊，家妈，你把塞文放出来，塞文怼腐妞，腐妞是老四的媳妇，我四个夹在中间啊，不敢说话，不敢吭声。多好的一对，今晚 多么美好的时刻。家人们，今晚多么美好的时刻，我直播一天了我都不嫌累啊，为了就是让大家伙共同见证此时此刻，家人们啊，本身今天晚上腐妞和老四他俩可以啊，家人们搞对象，你看整的都没心情，整的腐妞都没心情，你看看老四也没心情，拉倒吧，下播。今晚咋的了？没完没了，不知道。家们，咱这狗粮现在有活动啊！中秋节活动价185一袋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中秋节活动价185一袋，你可别叫唤了，赛文啊！我求求你了，咱也谁也别叫唤了，我不管了啊！我媳妇一会儿又该说我了。哎，爱咋咋地吧，爱咋咋地吧。
揍揍吧，不管了，三文挨顿咬就好了，我也不吱声了，我也不吱声了，家们都给我叫蒙圈了。虎妞这纵下巴比脖子还粗，我给你们一人拿磨牙棒吃吧，啊，行吧，好多老实点儿，我拿好吃的去，来，小明在这看好你的球啊，我去拿好吃的去，你们在家们，你们在看小迷糊啊，看迷糊蛋啊，迷糊蛋，小球谁也不能给啊，你再找一个玩具不就行了，哎呀家们，没玩具了，我要有玩具我说啥了，没有玩具了，那玩具都让狗蛋子给咬坏了，都让Simon给咬坏了，哪有玩具呀，就是小球，小牛蛋能玩一年，但在Simon嘴里头只能玩一天，我不是说不想给Simon玩玩具，牛蛋啊，你想不想要好吃的，我再给我下点麦子，你家小狗下点麦子，咱家现在没下狗蛋呢，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怀孕啊，咱家狗现在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怀孕，所以三元店现在也不确定能不能下狗蛋啊，下狗蛋的话肯定是接受预定的啊，但是现在不确定有没有啊，拿来出来，拿来拿出来，一人一根，咱一人分一根啊，拿来出来啊，来来，小哥出来，来咱一人一根啊，老四一个，老大一个，来老四一个，十六一个，十六来，三一个，来来十六，来吃吧，磨牙的啊，磨吧，一人一根啊，不能抢，牛蛋你要不要，给不给迷糊蛋啊，家们，你们这给不给迷糊蛋子啊，给不给迷糊蛋子吃啊，小迷糊蛋也不想要啊，你看老四吃多香，家们你看我四哥和俺家老大吃多香，我看小迷糊蛋也不想要啊，小迷糊蛋也不出来啊，迷糊你要不要迷糊啊，你小迷糊疑惑的眼神非常迷惑啊，必须给，非常迷惑的小眼神，不听话就不给，那不给了，那不给了啊，我给他们吃的这夹心棒了，行吗啊，夹心棒啊，老好了，里边是带夹心的，中间是牛皮，外面是鸡肉，都听吗，看着吗，提高适口性，磨牙效果非常好，你看家们，你看我四哥磨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四哥磨的妈的磨真埋的啊，36.9拍一发两袋，家们啊，拍一发两包，一包里边有四根，老铁，一包里边有四根啊，五寸啊，3×5=15厘米，15厘米一根，老铁啊，总共是给你们发8根，八根多少厘米，家们？8根1.2米吧，是不家们？8根是不是1.2米长？啊，有想买这个磨牙棒，里边再加鸡肉泥夹心儿，家们，外面是鸡肉，中间是牛皮，嘎嘎耐咬，又耐咬又耐磨，家们看着，老你看老大这个，家们。啊，专门给狗蛋子磨牙用的，家们，大狗小狗都能吃，小泰迪你看家们，小石头都能吃，看家们，
小石榴都能吃，看着家吗？哎，你看小腐妞都能吃，家吗？这个小磨牙棒，看不着？老四多爱拿这东西磨牙，适口性也好啊。给我爸爸吃，我爸不吃。哎，给小明一个，差一圈也不能差一个。小明你要不要？要你出来。小明你要不要啊？要了你出来，来给你一个。小明他肯定会抢啊，看着啊，他肯定会抢，不要拿走了啊。你要不要？你要自己拿，我都差喂你嘴里头了。小迷糊，你这狗蛋子真懒，他看着球呢，他不要，我可不给你了。你看他不要，他天看着球呢，我都会给你面，我都会给你了。一、二、三。你看见吗？他愿意玩球，他宁可玩球，他也不吃这个麻辣棒。看到吗？他宁可玩球，把球给我拿来。哦，他妈吓我一跳！麻辣棒你不要啊？牛蛋今天不吉利，拿走了啊。反应慢，他不是不吉利了，今天有点反应慢了啊。36.9啪一发两袋了，能听吗？啊，啪一发两袋。哎，有需要这个磨牙棒的好朋友们啊，待会我可以拍一单啊。老四吃完太快，我四哥吃完太快了。嗯，鸡肉夹心棒啊，家人们看着吗？鸡肉夹心棒，我给你们看看，家人们，原材料组成：牛皮、冻鸡肉，看见没？冻牛肉、木薯淀粉、小麦粉啊。原材料组成是牛皮，蛋白质含量大于60%，大于60%啊。你小石榴吃这个，石榴不吃了，拿走了啊。我寻思你不吃了呢，石榴，我没想抢你的好吃的，石榴啊，对不起，石榴啊，我没想抢你的好吃，我以为你不要了呢，石榴，啊，你要不要你给老四行不行？我操你个的！我寻思你要不吃，你给老四吃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真是分夫妻本是同林鸟啊！啊，有好吃的各自飞呀！啊，这个厉害，夫妻本是同林鸟啊，有好吃的那真是各自飞呀！哎，我看了，虎妞，你都吃完一根了，一人只能吃一根啊，一人吃一根得了啊，别吃那么多这玩意儿啊，磨牙。就你看见没？老四跟虎妞要不是一家的，你看见吗？他俩同时吃完的。看见没？他俩同时吃完的，老四吃的也快，腐牛吃的也快，看到吗？啊，不给了，没有了。谁让你俩吃的太快了呗？没有了，不给了啊！三都没吃了，你小迷糊那个，泰迪能吃这个磨牙棒啊？能吃啊，家人们，小泰迪能吃啊！36.9八根，家人们啊，八根，看见没？这么粗一根，你看着吗？然后呢，长度是15厘米，长度15厘米，啊，中间是牛皮棒，嘎嘎耐咬，老铁们，嘎嘎耐咬，啊，36.9，哎呀，啊，家们看着啊，哎呦，没拿住，完了，没拿住，完了，让我四哥捡便宜了，完了，家们让我四哥捡便宜了，啊。我四哥反应真快，老铁们，真快！
不故意的，没故意啊，家人们啊，没故意。迷糊没撒吧？迷糊出来呗。迷糊在里边啃磨牙棒呢吗？迷糊，迷糊，小迷糊。你看迷糊在那啃磨牙棒，你看家们就这个磨牙棒，小迷糊也能吃，小泰迪也能吃，家们啊，小迷糊、小泰迪都能吃这个的磨牙棒，36.9，家们。啊，36.9，狗子特别喜欢吃，想给自己家狗子买磨牙棒的好朋友们，咱们可以拍一个磨牙棒啊，家人们，这个叫啊一盒5寸夹心棒，啊，迷糊怕你抢气球，三位吃完了，三位也完事儿了。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这个磨牙棒，你们瞅着它吃是挺快的，老铁们啊。是挺快的，但是啊，家们，这里边是真真实实，里边是牛皮的，它不是塑料的，家们，知道吧？我保证咱家这个磨牙棒里头，家们看了吗？这个白颜色它是牛皮，它不是塑料皮子，它不是吃不了那玩意儿，不是棉花套子，家们啊，你们买的小品牌的，有可能里边是那种棉花套子，知道家们？狗都不消化，但是我确定咱家这是一盒的大品牌，家们啊，你吃完了它最起码它消化。这个东西，啊，你看见吗？特别耐咬，那个磨牙棒抗咬，哪个抗牙棒抗咬？家们，现在就我给你讲解这个磨牙棒抗咬。还有一米棒，如果你家狗更大一点，家们啊，你们可以拍一米棒。啊，一米棒跟这款一样，就是它长更长一点，29块有三根，老铁们，啊，三根加一块有一米长，就一米棒，跟我四哥吃这个一模一样的，家人们啊，但是呢比这个磨牙棒更长，知道吧？更长啊，这个一米棒里边没有夹心，里边全是牛皮，啊，里边全是牛皮，这个磨牙棒，四哥不吃牙，那你看四哥吃可快了，公狗吃都快，老铁们，嗯。哎呀 ，seven 呐，你看吃完吃饱了，吃完就怼他儿媳妇去啊！你这哪像婆婆干的事儿啊？啊，这哪像婆婆干的事儿啊？这哪有这样的婆婆？啊，这老四得多难啊！老四夹在中间得多难啊！你非得把腐牛给他整生气的啊 ！seven 非得给腐牛整生气的，叫腐牛多省心，叫腐牛多听话，非得怼过他。你看 seven 的眼神。你动怼他干啥呀，赛文呢？啊，你可别怼过他了啊！越说越来劲，你看放头上怼，哎，你看往屁股上怼，往腰上怼，你看往肚上怼，生气了吧？生气了吧？老四还没急眼呢，俺家，你这喝个水你也怼啊，赛文，那人腐牛喝个水你也怼。上厕所你也怼，三文能闻出来腐妞发情了，知道家吗？啊，他能闻出来腐妞发情了，所以三文怼他。三文是想表达什么吗？三文啥也不想表达，家人们，三文就想怼他，啥也不想表达，就想怼他，啥也不想干。啊，因为腐妞发情，咱家三文有个毛病，就是谁发情就怼谁。啊，咱原先在韩哥家，你们记得不，家人们？韩哥家那个七七，韩哥家有个七七，他发情了之后，三文就一直怼他。啊，那时候俺家三文还有，那时候俺家三文还有毛病呢，知道吧？那时候还没好呢，在沈阳。2019年的时候，他家七七发情，Seven就一顿给他怼，
啊。老师咋蔫了呢？老师啊，你咋蔫了呢？江博怎么此时此刻感觉好像腐妞发情期好像过去了呢？啊？啊，家人们，我怎么隐约的感觉狗粮有活动吗？上车，狗粮现在是有活动价吗？啊，狗粮下方小黄车第八个链接，狗粮185一袋，20斤。我怎么隐约感觉腐妞发情，怎么感觉过去了呢？过劲儿了呢？为什么老四一点都不着急呢？难道真是 seven 的事儿？啊，家人们，真是 seven 的事儿？三在旁边，三在旁边添油加醋啊，对媳妇儿不好，三不同意啊，三如果同意的话咬脖子了，咬脖子了吧，躲得也慢，三躲得也慢，非得咬疼你就行了，给你脖子咬大出血的。就这么怼怀上来的怼掉了。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腐妞如果真要怀孕的话，三文就不能怼了啊，真要怀孕三文就不可能就不怼她了。小袋狗粮，小袋狗粮在第七号链接啊，家人们，小袋狗粮在第七号链接。牛蛋子还没吃完呢，你看牛蛋子，小牛蛋今天也算是比较开心了。俺家小牛蛋现在今天也算是比较开心了，看上家人们啊，三月真是看不上的。关键腐妞太胖了，三爷打不过他呀，三爷只能聊闲，只能聊闲他。叫怼就是怪好玩儿。腐妞脾气现在也不好啊，俺家腐妞的脾气，咱给下方小黄，咱给下方那个咱们家麦序上好朋友点点关注，老铁们啊，哎，一号麦姐姐。啊，沙阿特，老铁们啊，再给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老爷，腐妞为什么怕上医院呢？我跟你说，腐妞几次上医院都挺厉害啊。有一次上医院是因为老四把腐妞头给咬坏了，头顶上咬了个口子，你们记得不家吗？啊，第一回上医院啊，有个口子。三爷，你别总怼过他，你看看咱说事儿，就事儿论事儿，你别总是怼他，三文，你干啥呀？腐妞为什么喜欢？为什么讨厌上医院呢？家人们啊，三文，你能不能行了？你能行不？能不能行了？啊？我都说多少遍了，你非得让我揍你一顿，是不是？儿媳妇都翻脸了，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式的婆婆。腐妞第一回，下面你们记得吧？腐妞第一回头上被老四给咬坏了啊！那回上了医院之后，家人们，第二回呢？什么时候上了医院？第二回腐妞的脚坏了，家人们啊！家人们，你们记不记得腐妞脚坏的什么样？我给你们看一下子啊，家人们啊，三文你是真欠儿啊，你这狗蛋子是真欠儿啊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欠儿的狗，从来没见过啊。我给你们看看腐妞脚坏的那回什么样啊，老铁啊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这狗咋这么欠儿，这聊闲呢，这么能聊闲呢你啊。你看什么臭，你看看，哎呀我的妈呀，非得咬你，非得咬你。我给大家看看啊，家人们。
老吓人了。那回上医院给腐牛疼完了，小家们给腐牛打了个全身麻醉。那回给腐牛打了个全身麻醉，老铁们，我手机上有记录，老铁们啊。哎，怎么找不着了呢？狗粮185一袋，家们啊，185米一袋。想买狗粮的话，可以拍单狗粮。哎，老铁们，你们看啊，这腐牛的脚，看见没？看看，这腐牛的脚全切折了，这个脚筋全切折了，看着没，家们？你看这手，老铁啊，全切折了。腐牛上次就去的那个医院啊，给你看一下吧啊，看一下吧，看了吗？腐牛这个腿太血腥了啊，老铁啊，看着啊，全切折了啊。我跟你说，当时你看咱家屋里头，家人们，你当时你看屋里头，哎呀妈，当时给我吓够呛。腐牛的脚，这腐牛在手术台上，这腐牛在手术台上呢，看着吗？当时还没打麻药呢，这时候没打麻药呢，刚到医院，刚到医院准备给腐牛止血那时候，知道吧？看着吗，家人们？你看这腿，看，看这脚，你看着吗？看这腿，全是。啊，腐牛自从那回上完医院之后再也不敢上医院了。他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。腐牛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呀。腐牛可没少遭罪，看见没，在医院。要腐牛能记得这么清楚吗？2020年2月17号半夜1:21，看见没，凌晨1:21。凌晨1:21。啊。被玻璃碴子划坏的，然后这时候在医院给他做那什么，在医院一直看护他，给他做那个热辐射，知道吧？电疗、电烤、烤电，啊，我每天都给腐牛做烤电，在医院做了一个月，你看这都多少号了？2月20号了，看见没？这已经2月20号了，啊，你看啊，我再往后翻，你看见没？24号了。16号到24号，你看家还在医院住院呢，24号也在医院住院呢。看见没？这好了之后，这好了之后，让你们啊，这下面好了，上面坏了啊。这时候也是在医院，看见没？这个时候也是在医院，看见没？这时候多少号？这个时候是3月10号了，3月10号，从2月17号到3月10号，住了将近一个月，老铁，腐牛一直都在住院，啊，你看，一直这脚垫都缝针了，你看脚垫都缝针了，在医院你看住多少天，家人们啊，你看3月11号了，这就3月11号了，住了将近一个月。老四收拾迷糊的段子，发点段子呗。把老四收拾迷糊的视频发点段子呗。发不了，老铁，因为老四不收拾迷糊。啊，迷糊是我四哥的亲儿子。迷糊是我四哥的亲生儿子。啊，我四哥不可能说收拾他儿子。啊，你别想了，不可能。啊，我四哥现在非常懂事。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四哥现在，家人们，我四哥现在等着老四，等着小迷糊给他养老呢，他怎么可能说收拾他儿子呢？啊，难道老四脑瓜有病？难道你感觉老四脑瓜有病？在医院的时间长了，现在看到医院就害怕了。对，现在一上医院腐牛就害怕啊。狗粮啊，家们，中秋节活动价185一袋啊，家们，3个月以上所有的狗都能吃啊！中秋节活动价，冻干5品粮，含肉量60%，就含肉量35%，家们啊，咱这边狗粮含肉量35%啊，里边有
冻干鸡油肉，冻干元气蛋黄，冻干生骨肉，肉松鱼油羊奶粉，家人们啊，鱼油是深海鱼油，而且里面含有螺旋藻粉啊，家里狗的不爱长肉，长不胖啊，家人们啊，狗的不爱吃饭啊，都可以试试咱这款狗粮，因为咱这款狗粮是一个鲜肉的，它不是肉粉粮，家人们啊，这款狗粮不是肉粉粮啊，你们在市面上买的很多狗粮，它里边添加了肉粉，家人们啊，不是鸡肉粉，就是牛肉粉，要不就是骨粉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这款狗粮是鲜肉粮，鲜鸡肉啊，不是肉粉，不是劣质蛋白，啊，家人们啊，而且里边有非常多的冻干。啊，咱家这款狗粮是来自山东汉欧，家人们，大企业的啊，一拍，明天就能发货啊，狗粮明天就发货啊，三个月以上所有的狗都能吃，家人们啊，如果你们想买小袋啊，你家是小狗，大袋吃不了，你买第七号链接小袋的啊，七号链接小袋是55一袋，99两袋，179四袋，而且赠送火腿肠。赠送火腿肠，赠送主食罐。腐牛多少斤了？腐牛现在88斤，家人们啊，俺家腐牛蛋呢88斤。哎，你们看老大干的啊？你看我等我等会啊，我都给你看啊，我都给你看啊。想要那个球，江明不给他，僵持住了，他也僵持住了，看，老大想要腐牛，老大想要小牛蛋那个球，啊，但小牛蛋就不想给他，看到吗？小牛蛋故意把球放那个地方。啊，小牛蛋要钓，小牛蛋呢？这要干啥家嘛？他是这是要钓大鱼，他这要钓，看了吗？看了吗？谁敢惹小迷糊？谁也不敢惹小迷糊。啊，老四都快睡着了，四哥都快睡着了，看半天了，迷糊太逗了，老大多执着，老铁们啊！你歇会儿吧，赛王啊。人都睡觉了，人都睡着了，你非得怼他干什么玩意儿啊？你咋这样式儿呢，才吗？你看儿媳妇都睡着了，你看看，你还敢你还我敢往脑瓜上怼呀？啊啊，摸摸腐妞啊，摸摸腐妞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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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腐妞。那反应挺快啊，他把腐牛咬着了，你都怼几下了才吧，你都怼几下了，老四不愿意了啊，看不着老四开始黏你了，在吧，老四开始黏你了，这干啥呀？老四在看着呢，这回三月不敢过来了，看吧，看着吧，这回三月指定不敢过来了。老四挺聪明，看家人们，老四聪明吗？看着他媳妇呢，我看谁敢过来怼。行了，三月再也不敢过来了，你放心吧，老铁，三月指定不敢过来。啊，老四往那一趴，看不着。人生风景在游走。每当孤独我回首，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，岁月如流在穿梭，喜怒哀乐我闪烁，只因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，心里有货。老四心里有正事，四哥有男人的样，护妻，老大也很执着呀。然后家们想买粘苞米的家们啊，有需要粘苞米的粘玉米家们啊，东北粘玉米嘎嘎好吃，家们29.9六袋。咱家这款粘苞米29.9毛钱六袋。
啊，家人们，这什么歌？什么最远的距离是我最近的爱，这首歌。六包六根啊，家人们，一共是六根，两大想要那个红球，对呀、啊，老大想要那个红球，但小明不给呀、啊，咋样？看见吗？三文老实了吧？这回三文老实了吧？你看看吧，啊，跟谁嘚瑟去、啊？三文，看吗？不敢怼我了吧？你看，福星，你非得跑，你非得跑，你不跑一点事儿没有。不是八根吗？刚才我说了几根？家们，刚才我说了几根？我刚才说了几根？我整干蒙圈了，家们，我刚才几根？我说的六根啊。我刚才说几根？家们，我整蒙圈了。六根、八根啊，家们。年苞米拍一发八根，整撤整岔皮了，家们。八根八根，说错了，老铁们啊，说错了，好吃。年苞米嘎好吃，家们啊，你看咱家这个评论。家们，你看咱家评论，八根，家们，那天我给我小舅子吃这个年苞米，我小舅子说这是我小舅子啊吃这么多年年苞米最好吃的一回，老铁，知道吧？所以你放心拍。四哥有几斤呢？主播，我四哥是几多斤来着？我忘了四哥多少斤，四哥多少斤？家们，七十多斤是吧？老四。主播大哥，你说的六根，我说错了，家人们，我说错了啊，八根啊，29.9发八根，好吃啊。迷糊守着呢，迷糊把球拿走了啊，迷糊，谁也拿不走，你放心吧。小明那个球谁也拿不走，老四77斤啊，老四77斤，腐妞是88斤，哎，你看家们，老四是77，腐妞是88，他俩中间正好加了一个11斤，11斤代表俩光棍儿，家们是不是？11等于两个光棍合一块儿了，家们。88减77不就等于11吗，家人们？啊，我四哥和腐妞都算是光棍了，啊，然后呢，他俩结合了，合在一块儿了，啊，那等着数等的也挺好，啊，体重也合适，啊，非常的般配，是不是？是不是非常般配，老铁们？啊，白净，老四也长得白净，哎呀。真会解释，80斤的金毛拍哪个狗绳？80斤的狗粮，八十斤的金毛的话，你拍大号狗绳啊，大号19.9的啊，我这个狗绳是19号链接，你拍19.9的狗绳啊，19.9的话给你发两根，拍19.9两根的狗绳啊。我今天给腐妞用的就是这个皮绳，老铁们，给腐妞，我带腐妞上医院用的就是这个皮绳，老结实了。我上回用的不是这个皮绳，家人们，上回我用的是啊、哦、不是那款，我上回用的是之前背带那个绳，但是背带那个绳背带找不着了，家人们，今天我用的就是这个皮绳，腐妞一点没跑出去。问一下狗能不能吃东西，问一下狗能不能吃什么东西，什么玩意儿，问一下狗不能吃什么东西，狗不能吃什么东西，狗基本上啥都能吃，没有吃不了的东西，狗不能吃葡萄啊，不能吃巧克力啊，这是人家说的啊，但我也没试过啊，我没试验过狗能不能吃巧克力，我也没试验过狗能不能吃葡萄，但是正常来说狗啊，家们什么都能吃啊，他们不忌口，因为狗的属于杂食动物，知道吧？八顿啊，一共有两个八顿，我不知道你们问的是哪个，家人们、啊、能吃鸡肝吗？可以吃鸡肝，动物的内脏你记住了，给狗的吃动物内脏要少吃，不要多吃。八顿有两个八顿，咱们家有一个八顿是 Seven 的老公，老四的爸爸。还有一个八顿是黑八顿是韩哥家八顿，
韩哥家巴顿是俺家老大的老公啊，白巴顿是妥哥家们家的巴顿啊，俺家 Seven 的老公啊，不能吃肥油，对，狗肚子里藏不了二两香油，不能吃肥的啊。还有洋葱韭菜也不能吃，你给他也不吃啊，洋葱韭菜大葱圆葱啥他也不吃啊，你给他白给他都不带要的。对，两个巴顿，老四的爸爸就是妥哥家巴顿啊，家们，妥哥家的巴顿啊，老大的老公就是韩哥家巴顿，两个巴顿，老铁们啊，对，俩土豆粉，家们拍一发六袋土豆粉的，拍一发六袋，没有了，家们啊，有想买土豆粉的今天拍明天发货啊，土豆粉子今天拍明天发货，家们拍一发六袋，嘎嘎好吃土豆粉，拍一发六包。小迷糊什么都吃，小迷糊有一样不吃，老铁，他有一样不吃。啊，小迷糊蛋什么不吃，老铁们？小迷糊蛋不吃苹果。小牛蛋吃梨不吃苹果，小牛蛋说不吃苹果，家人们是不是？不吃亏啊，小牛蛋吃亏吃的还少吗？家人们，咱说牛蛋吃亏吃的还少吗？别笑我懦弱，温暖翅膀留给我梦想。金猕猴蛋的能屈能伸呢，我看猕猴明天能成啥样啊？小猕猴蛋的家们，你们觉得小猕猴蛋有毛病吗？小猕猴蛋是不是没啥毛病？但小牛蛋这两天有点不高兴，不知道为啥啊？走！牛蛋这两天不高兴。我还记得一次，小石榴坐三爷身上了，迷糊连老爷拖鞋都吃。三了三，不知道。小迷糊。我哄他，他不让你哄啊，你离他近了他就退你退屋叫唤。离小牛蛋的近了他对你屋叫唤呢，他。啊。这狗蛋子不好伺候啊。小牛蛋子不好伺候啊。牛儿。来过来，牛儿。啊干啥呀，摸摸了牛儿，来摸。啊，好迷糊啊，好迷糊啊！啊，你这你要这个球儿，啊，小迷糊蛋心情不好了，行吗？啊，咱别跟迷糊蛋的抢这个球了，好吗？家人们，迷糊蛋现在心情不好，别跟迷糊蛋抢这个球了，老爷不跟你抢，老爷跟你闹着玩呢，迷糊啊，来摸摸，我知道你难受今天啊。哎呀，老爷可心疼迷糊了啊！好迷糊，好迷糊啊！好迷糊，好迷糊啊！俺迷糊是个好迷糊啊！好迷糊啊！好啊，乖的啊！不哭啊！不生气啊！好，迷糊，不能生气了啊！气性太大了，对身体不好，迷糊啊！早日康复，迷糊啊！迷糊蛋子，好迷糊蛋子，哎，好，老爷哄你呢。迷糊，老爷这么哄你的吗？迷糊啊，老爷最爱小迷糊了，可喜欢小迷糊了啊。嗯，好，迷糊，你瞅你头发都能搓着泥来了，你看都能搓下泥来了，你看，迷糊，看你头上的泥儿，多埋汰，迷糊。哎呀，这一层泥儿，迷糊，哎，你看看，啊，好迷糊啊，他咋了？一拍狗绳了，是粗的吗？粗的家吗？是粗的啊。啊，好迷糊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拍30斤以上的就是粗的，
三十斤以下的话就是细的啊。好，明晃好明晃啊啊，哎，摸摸鼻儿，摸摸鼻儿，哎，好好，哎哎哎，停，摸鼻，摸鼻子，摸鼻子，摸鼻子，哎，明晃可听话了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啊，好，明晃，别摸鼻子瞪老爷了啊，好宝啊，好宝，好宝，好宝啊，行，看不行吧，不行吧。你不看迷糊蛋子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你一看迷糊蛋子，迷糊蛋净事儿。你一看迷糊蛋，迷糊蛋净事儿。土豆粉拍一发六袋，家们想买土豆粉可以拍点土豆粉吃啊。咱家土豆粉啊，麻辣可以自己调，家们啊，能吃辣的话多放点料，不能吃辣少放点料。Seven， 你都怼他一宿了。三，你过来来，能不能别怼他了啊？能不能别怼了？啊！不怕开口吗？什么玩意儿开口？九十多斤能用吗？能用，九十多斤能用啊！一米五长的啊，一米五长的，这个绳不能放远，只能在自己身边牵着，知道吧？这个绳不能放太长，只能在自己身边牵着啊！他不可能咬我，为啥怼他？目前为止我还没考证明白，三元蛋子为什么要怼他？我没考证明白啊，到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三元会怼他。快上来，快来，快上来，快来。腐牛发情的原因啊，家人们，腐牛发情的原因啊，腐牛都没脸见狗了，看看，腐牛啊，没脸见狗了。就腐牛肚子，家人们，他没怀孕呢。家人们，你说腐牛是不是不适合怀孕呢？这狗蛋呢，一丝没怀，我怎么感觉腐牛好像怀了好几只呢？啊，他一直没怀。你说腐牛这样的肚子怀十个、怀八个，你说肚子得多大呀，老铁们？这不得拖地呀？啊？肚里真要怀十个宝宝，八只，别说怀十个，他怀八只，这不得拖地呀、啊？宫外孕，好白，今晚四哥的好事全让妈妈给破坏了。四哥今天没，四哥今天都生气了，那个抑郁喽，老四啊，你抑郁喽，你看四哥往那爪上一搭的，啊，四哥往自己爪上一搭了，你看抑郁了，嗯、啊，想事儿呢，老四想事儿呢，四哥想啥事儿呢？老四想啥事儿呢？四哥，像人不？是不是挺像个人的啊？像个小孩似的，看、啊。哥，你吓我一跳！我家朋友怀十三只狗都活了，十三只狗是拉布拉多吗？啊，十三只。
拉拉呀，拉拉怀了13只，我的妈，那太能生了。猪拉呀，怀那么多啊？什么拉拉呀？什么品种的拉布拉多？啊？咋怀上老些呢？我没听过，我没听过怀那么多的。我见过最多的怀了9只，拉布拉多怀9只的，那是我见过生最多的。三文他爹，明天你去那儿拿东西吗？行吗？就为和三文合影。你去你那当兄弟，你看不着三文，来我家店里看不着三文家吗？啊，你来咱家店里的话也看不着三文，因为咱家店里跟三文他们是分开的，啊，咱家店里和三文是分开的，家人们啊。从咱家店里到咱卖户，就是到咱家店里到咱们家这个地方的话，是开车的话得10分钟吧，老铁们啊。而且明天挺特别忙，今天卖了一天货，明天一直在包货，知道吧？他不是在一个地方。三元店没事总出去带狗子出去玩，不随时都能拍照吗？家人们，你看三元爹总是带了三元呢，上妥哥那玩啊，上二比一那块玩啊，上江滨玩啊，啊！我带他们户外直播的时候，你们都可以来呀，对不对？而且我都说我在什么地方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对不对？我都说我在什么地方，在人民广，在文化宫广场啊。是不是啊？我带俺家 seven 他们出去吃串啥的，在什么地方我都告诉大家伙，北山公园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江滨公园啊，文化广场啊，是不是？我都说，小五呢？小五在店里呢，谁知道你啥时候带 seven 玩啊？我一般我直播的时候，我一般白天户外直播的时候，啊，都能看见呢。入洞房了没有呢？家没入洞房呢。今天好像是没有什么情况，啊，咱们只能等明天了，老铁们。啊，今天没什么情况，咱们只能等明天了。啊，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。有想买东北黑木耳的家吗？啊，东北黑木耳23.9元，180克，55一斤，啊。55米1斤，23.9元，180克啊，家人们，家里头有就是自己做饭的老铁们啊，可以拍张东北黑木耳吃啊。咱家这个木耳啊，肉非常厚，老铁们啊，东北黑木耳，今天拍老铁们，今天拍木耳啊，明天就可以给大伙发货，老铁们看着吗？咱家这款木耳。今天拍明天就能发货啊。咱家木耳家们，你们在咱家买一斤木耳能泡出来14-15斤啊，能泡出来14-15斤沉，老铁啊。不是那种加重的木耳，咱家这个木耳不是加重的木耳啊，家们。哎，加重木耳一斤顶多泡出来几斤出来，3-4斤，但咱家木耳能泡出来14-15斤。啊，纯东北黑木耳，想买木耳的好朋友们可以拍张木耳吃啊。木耳沙拉根，木耳炒肉啥的，炒白菜，木须肉，包饺子都行啊。木耳可以清肺润肺啊。什么时候来枣庄送你一些栗子吃？东北没有，有没有？东北有啊，东北也有栗子，糖炒栗子吗？东北有糖炒栗子，来根黄瓜吃吧，啊，来根黄瓜吃。肯定喜欢吃个大黄瓜，这黄瓜是咱自己种的，你们看，刺儿瓜带刺儿的，看见吗？这我爸自己种的，咱家有个小菜园子，我爸种的黄瓜，嗯，刺儿瓜，嗯。一个
你拍180克的呀，姐，23.9块180克呀，那不就少吗？你不用拍一斤的，55米一斤是吧？你拍一个180克就可以了。这山黄瓜呀，旱黄瓜，家人们，这个黄瓜比较甜。它有水黄瓜，有旱黄瓜，在我们当地反正管这玩意叫旱黄瓜，我不知道在你们当地管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，可能说一个地方一个叫法，有可能在你们那边管这玩意叫山黄瓜，知道吧？但在我这边管叫旱黄瓜。嗯，特别甜。哦，有点老了，不好吃，老了。我说怎么长这么粗呢？不好吃。老了，籽儿太大。不好吃啊。木耳好吃啊，家们啊。23.9块180克55一斤啊。行了，家们，咱们今晚直播就到这儿了啊，12点了，啊，今晚直播就到这儿了，明天见吧，老铁们，啊，明天见。累了，播了多少小时？今天，里里外外10多个小时，因为太有爱了，感谢啊。感谢幸运草啊，谢谢，谢谢姐啊，谢谢咱们来自牡丹江的姐姐啊，感谢姐啊。等我见了 seven， 5只烧鸡，你要给 seven 整5只烧鸡呀、啊？黄瓜塞牙了，拜拜家人们，拜拜啊，拜拜。你向我懦弱，温暖之宝留给我。